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啊，简易表达篇啊，我们第三集一起讲十个单字啊，像是啊，你的回答很精确啊，你自己想想看要怎么讲啊，时间很宝贵啊，我们现在都讲中文的观念啊，意思啊，你去想想，那有的程度还可以，就讲哎，我也会有想想看啊，那如果英文程度真的不怎么样，那你就待会看我们怎么念英文。啊，他这个人很罕见，很少见啊，可能个性什么很少见啊，可能会下雨咯啊，这条路长十英里，那这造句你也可以五公里八公里啊，这个七英里随便造句啊，他是我的朋友，我也养了一只鹦鹉啊，我的小孩正在起居室里面玩耍啊，我们到公园散步吧啊，这张钞票是假的。好像有十个 YouTube 频道啊，大部分是讲英文的。好，我们看看你的回答很精确，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这没有标准答案，这是我自己造个例子啊，你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你可能说哎，我有别的讲法，很好，没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所以英文最忌讳说哎就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就错啊，对，有很多讲法。 Your answer is precise啊，但你也可以讲 your answer is accurate， 都可以，所以我们只造个例子啊。如果你会讲 accurate， 那但是 precise 你不太知道，你就可以多学个单字啊。所以呢，我们这例句你有你的想法没问题，我们就是啊，这个互相比较比较啊。那我有我的写法参考一下，如果你不会你可以学，如果你会了哎，但是你的字跟我用的不一样，那就是你要多学一个字。 Your answer is precise啊，它形容词，精确的。时间很宝贵 ，time is precious 啊，所以我们尽量用最简单，我们叫简易表达篇嘛啊，最简单。现在很多人没时间啊，最好赶快教我，最好马上就会学会最好。啊 ，time is precious， 他这个人很罕见 ，he is a rare person。he is a rare person 啊 ，rare 就是比较少见、比较稀奇的啊。可能会下雨 It might rain、啊、这条路长十英里，英里跟公里不一样啊，一公里大概等于 1.6 公里啊，一英里大概 1.6 公里啊左右啊，英里比较长一点。 The road is 10 miles long啊，没有了，啊，公里比较长了，讲错了，就是一公里大概等于一点啊，这个一点六公里啊，没有，再更正一下啊，英里比较长，一英里大概1.6公里左右。The road is 10 miles long. The road is 10 miles long. 啊，他是我的朋友。She's a friend of mine. She's a friend of mine. 我养了一只鹦鹉。I raise a parrot. 啊，我的小孩正在起居室里面玩。My child is playing at a parlor. 啊，我们到公园散散步吧。Let's walk in the park. 啊，这张钞票是假的。The bill is phony. 啊，当然我们可以用 false.F-A-L-S-E 那我们就是每一句 只造一个句子啊，但是它实际上可以用别的字。 The bill is phony 啊，好，我们再念一次，中文就不念了。 Your answer is precise. Time is precious. 所以像那个魔戒里面那个精灵小精灵呢啊，就是每次那个抢那个魔戒的，他最喜欢讲 precious 啊，非常珍贵的魔戒，很珍贵的。He's a rare person. It might rain. The road is 10 miles long. 啊，一英里大概1.6公里。The road is 10 miles long. 啊，这个如果 miles 这个英里呢，如果大写也可以人的名字啊，名啊 ，miles。迈尔斯。 She's a friend of mine. I raise a parrot.
I raise a parrot. My child is playing at the parlor. My child is playing at the parlor. Let's walk in the park. Let's walk in the park. The bell is phony. The bell is phony. 好，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有些哪些字它的发音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像这个回答呢，或者答案啊，这 answer 可以是回答，也可以是答案啊。做着数学题目或者考试的时候，答案啊，它是大卷舌 answer 啊，你不要念成不卷舌 answer 就错了 answer 啊。所以我们觉得老外为什么很多音啊，我们就学不会，它的诀窍就是有些音我们不会发，或者不知道怎么发，或者发的不够清楚。answer 啊，很精确的形容词，第二个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precise 啊，英国人比较常用这个词 precise 啊。这个宝贵的呢，它是啊，这个是半卷舌的音，所以这个 A 最讨厌，因为里面发 A 的音呢有大卷舌 add， 又中卷舌，就像这个啊 precious 又不卷舌 a 啊，所以大卷舌 add， 中卷舌 add 啊，不卷舌 a 啊，这个是中卷舌 precious 啊，这个也是中卷舌 rare 啊。那个人呢 person， 我们是人也可以用 person， 也可以用 people 啊，当那个 people 是群体啦，一群人啊， person 通常一个两个，当你要好多人后面加 s 啊，这个字 er 它也是，这个是卷舌，非常卷舌，它的发音部位在最下面啊，就是舌头要往下伸啊，往下颚啊，这个舌头最下面，口腔部分撑到最下面person 啊，所以这个字一般我们亚洲人不太会念 person 啊，所以这两个连起来就不好念。rare 是半卷舌 ，rare person 是声音最像 person，rare person 啊，像这个 rain 就完全不卷舌了，所以我们有大卷舌，有中卷 ，answer 是大卷舌 ，answer 啊，这个中卷舌 precious 啊，这个雨。下雨呢，这个雨就完全不卷舌 rain 啊，所以这个刚好三个音都碰到，所以这种可以要多练习啊，这些音把握住的话，你英文就会念的单字会念很准啊。answer precious rare 啊，这个 ten 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呢也是啊，也是半卷舌 ten 啊，跟前面的 rare 是一样的啊。ten 那这个很长呢，它是很卷舌的，它是 o 啊 o， 但是 o 有两个 o， 一个是 o 不卷舌的，一个是卷舌的 long 啊，所以这个是卷舌的 long， 因为它后面鼻音很重，所以这个听外国人它发音很准 long。Long, long time ago, a long time ago 啊，所以他掌握住这个卷舌啊，后面带鼻音 long, long。那我们一般人可能念 long, long, ten miles long, ten miles long 啊，这那个味道就发不出来。啊，这 friend 朋友呢也是一样，也是半卷舌 ，friend 啊，所以我们这边一般呢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句子来表达啊，可是我们就常常念错。啊，常常音念不准啊。朋友 friend 啊，卷舌卷一半 friend。那像这个 a 呢，你听，有时候人家念 a， 有时候念为什么？如果你不强调的话，你就念如果你特别要强调一个，你就念 a 啊，差别在这里。所以你一听到说 she's a friend of mine 啊，就是不太强调，重点在 friend。如果他念 she's a friend of mine， 就是一个。啊，他就强调特别一个。那我们一般用那个过去式，可是呢，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用现在时啊，比如说现在还在持续的啊，或者一直持续的，还是用现在时来造句。如果就是单纯讲一个事情已经过去，就用过去式，大部分是用过去式。啊，像这个 child， 他因为他有个 l。所以稍微要带一点卷舌 child 啊，稍微念的慢一点，念的清楚一点 child 啊，不然可能你念成 child 啊，
就不够准。child 它有个 l 在里面 child 啊，它的复数这是一个小孩嘛，如果好几个两个以上就 children 啊 children 啊，这 playing 完全不卷舌 play 啊，起居室就是 parlor 啊 parlor， 那这个公园呢也是非常卷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 r 带这个卷舌的 r， 那它后面再加一个 r 的话就特别卷舌 park park 啊，就像汽车事业啊 car最卷舌的 car， 这是 park， 这个 walk 呢它是 o 的音，但是带一点 r 的音啊，然后后面一个 l 在那个舌头在后面再滑一下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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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 bill 我们一般钞票是 bill， 它也是鸟的嘴巴，它是带耳的音 bill bill 啊，如果大写也可以变成人的名字比尔啊 bill。那我们一般可以念成 Bill Bill 啊，它不是，它带耳钉 Bill 啊 Bill 啊，所以我们这些发音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音念得准一点啊。讲到这里。